体验服的云中君已经重做了几天，都说四级以后云中君就可以无视地形的飞行，但我今天实战了一把，没想到云中君走路也能直接穿墙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问题的关键在于1分45秒的时候，游戏玩得好好的，突然被强制退了出来。等我再登录游戏后，游戏里的云中君就变成了走地鸡，对方的萌芽直接傻站在原地被打，当然原地不动的还有好几个，看来刚刚应该不止我一个被弹了出去。弹出去后，云中君就变成了可以穿墙行走的走地鸡了，不过在攻击的时候云中君还是会飞起来的。隔开云梦泽的不是东边和西边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... 这局本来不会输那么快的，主要是有三个队友挂机了。不过不得不说，改版后的云中君确实很强，特别是把人抓起来摔到地上，那是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感觉。